跑什么跑？刚才有人用枪指着我。谁用枪指着你啊？不认识，在那边。哎，你看看你自己那个胆儿啊！起来，回去看看去。哎，起来，看看在哪儿了？看看谁？那在哪儿了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啊？人呢？哪儿呢？奶奶个孙子的，立大功的机会没了。哎，我说小老五，你说那小子能是孙博文吗？十有八九，我估计是。你估计是啊？哎，你干啥呀？亮，你说咱俩能抓住孙博文吗？这是不是有点小才大用了？我跟你这咱俩就是拿脑袋给自个儿挖坑的。哎，小老五，来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小老五，你吧一会儿说嘛，抓孙博文是小才大用，完了嘛一会儿又说嘛，立大功机会没了，你他妈那嘴是嘴呀，那还是那么棉裤裆啊啊！要是能抓着孙博文，咱俩就是大材小用；要是抓不着孙博文呢，咱俩就是小才大用。你他妈别扯犊子！哎呀，行，你就是猪圈里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花果山里长大的，你这个差远了。你他妈这你他妈听我的吧！你快！你这他妈！春子小姐。我真的是为了孙先生好，你就不能告诉我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吗？我不是不告诉你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今天的事情，实在是抱歉，这纯属是一场误会。大佐阁下，今天确实是一场误会。张小姐初次到哈尔滨，对哈尔滨的印象如何？印象特别好。当我走在大街上，哈尔滨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是列国同居、诸神共聚、华阳共处、亚欧相邻的华彩世界。特别是巴洛克建筑的风格极尽奢华，而古典主义风格庄严雄伟。依我看，在中国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可以跟哈尔滨相媲美。说得好，既然这样，我想听听张小姐对索菲亚教堂怎么看。我知道你就在刚才去过索菲亚教堂广场。索菲亚教堂是拜占庭式建筑的典型代表，气势恢宏，精美绝伦，全世界只有两座，但我个人更喜欢尼古拉大教堂。大佐阁下，您知道吗？尼古拉大教堂没有用一根钉子就拔地而起，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奇迹，并不为过。看来张小姐哈尔滨一游收获不小啊。收获是不小啊，我本来只是想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神韵，没料到却来参观了阁下的宪兵大队，真是一场意外收获呀。张小姐，实在是抱歉，因为这个误会，我再次见到张小姐，对于我来讲，也是一个意外收获。上。哦，郎厅长，我是在帮你抓间谍，难道我又……我怎么又看见你了？给他弄来干什么？走。上帝呀，倒霉的为什么总是我呢？好了，张一平，你认识他？啊！哦天哪，怎么你也在这儿？哎，他是我的股东，他和间谍没有任何关系。谢谢大佐，威特士先生，很高兴再次见到你。张小姐，看来这真是一场误会。
大佐阁下，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能离开这儿了吗？当然可以，用我的车送你。哦，景天大佐，是不是也应该带上我和他一起回去呢？是应该带上你，最好把你的瓦西里大厨也带上。请。我的天哪！难道上帝加入日本籍了吗？孙博文没有在索菲亚小姐广场他没有露面，那就启动第二套方案。那就先通过文虎找到孙博文。孙博文为了安全起见，可能就住在文虎家。广场的情况怎么样？进入广场，所有的人都被带走了，我觉得情况不妙，提前撤了一步。林雅茹违反纪律了。他私自去了广场。将军阁下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有休息？你在外面辛苦，我怎么可能休息？说说，你的行动有什么收获？孙博文和苏联特工都没有露面。没有露面？不过，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。我知道你有一张王牌，但是你的打法不对。你让共产党知道了孙博文是叛徒，他们切断了跟他的联系，这不等于给我们自己找麻烦？孙博文这个人我了解，他胆大心细，聪明过人，如果不切断他与共产党的联系，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麻烦。但愿你的决策是对的。哎，景天君，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妹妹春子和孙博文是不是有牵连？将军阁下，我可以向您保证，春子和孙博文没有任何牵连。别把话说得那么死。最近关于你妹妹春子的风言风语是越刮越甚，甚至传到了直田司令官阁下的耳朵里。他让我找你谈谈。直田司令官，他都听到了些什么？听到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要让风言风语变成事实。还有，必须马上抓到孙博文。嗨，哎，忙活了大半天，毫无收获。苏联特工和共产党是否接上头也是个未知数。机关长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谁说我们没有收获？我们不仅有收获，而且是重大收获。据狗眼提供的情报，北满省委派出的交通员已经在我们的监控之中，而且我们要找的林雅茹今天晚上出现在了索菲亚教堂广场，这不叫收获吗？机关长，我有一个重要情报向你汇报。什么情报？黄才发现了文虎的行踪。在什么地方？在索菲亚教堂广场附近。文虎现在在哪里？机关长，你放心，他完全在我的掌控当中了。逮捕他。嫌弃我这个家呀？我这个家随便你住，这炕头啊、炕梢啊，随便你挑啊。文文，你今天是不是去广场了？我在那儿好像看见你了。你见鬼了吧你！现在外面这么乱，谁还敢出门啊？我一下班我就回家里猫着了，哪都没敢去。文文，你知道吗？孙先生从监狱里面逃出来了，今天大搜捕的就是他。
我也听说了。亚茹，你说孙先生能逃过这次搜捕吗？文文，如果孙先生真的走投无路，他会来找你吗？不会吧，他又没来过我家。那他如果真来找你呢？他可别来找我，我躲还躲不及呢，我可不想找麻烦。文文，这个家里面就你一个人住，你两个哥哥不住在这儿啊？他们早就回关里家了，留这房子就我一个人住。早点睡吧，雅茹啊。我对中国的佛上一课帮助你们弄懂什么叫做真正的平衡。我能从日本的七三幺逃出来，也能帮你干掉刘斯科夫。就像以前我们教科书上学的那样。春子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浑身疼，好像是感冒了。那还是让我送您去医院吧。你俩干嘛的？有没有良民证？看见就不像什么好人，给我搜。
那你说说，昨天在广场，佐川少佐和江滨为什么放走了林雅茹？我怀疑。哎，说。马上隔离景天春子，不许他离开医院一步。很有帮助的。我的组织好像切断了与我的联系，想找到他们会比找到柳什科夫更难。那么你告诉我，你怎么才能找到组织？我会想办法把密电码交给我的组织。你怎么做？那是我的事情。孙博文，你要是找不到他们会无大事的。我还能为你做什么？听我的，搞到一辆汽车，然后把车开到俄人墓地等我。几点？晚上七点。你们的目标患有严重的风湿病，他每年都在固定的时间到温泉进行疗养。温泉的警戒虽然森严，但是这里，你们看好了，这里有一条下水道，它可以利用。你们就从这条下水道进去，就可以直接接近温泉了，知道吗？上帝留给你们的时间并不多。柳什科夫先生，我们的目标遭到过暗杀吗？当然遭到过暗杀，但没有死。他会死的，我一定能把他打成筛子。柳什科夫先生，我听说猎熊计划已经走入了风声。那个格鲁吉亚人如果改变疗养计划怎么办？这不可能，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家伙，他一定会去的。柳什科夫先生，我听梁子小姐说你拒绝参加庆功会是吗？你是来劝说我的？不是劝说，是命令。我要是拒绝呢？你敢吗？高科长，你们不能不讲信用，拿我做诱饵。柳什科夫，明天晚上七点整，中东铁路俱乐部庆功会，你记住，七点整你必须参加，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你听着，我要见史村机关长。柳什科夫，请你懂点规矩。懂规矩的应该是你们，而不是我。我最后和你说一遍，我是代表史村机关长通知你参加明天晚上的庆功会，不要给脸不要脸。小日本儿，你们这是谋杀，我拒绝谋杀。
哎，这地方还真他妈不错，有锅有灶的。从今儿起，咱们就在这安营扎寨了啊！啊，好。嗯。景田村子发烧多少度？你紧张什么？他只是普通感冒而已。我问你，他到底发烧多少度？37.5。你说纯子得的不是普通的感冒，我不是医生，没有义务向你提供诊断书。我只知道，石田监级长官命令我，为了防止鼠疫在哈尔滨的发生和扩散，凡是发现体温超过38.5度者，一律秘密处决，包括帝国的侨民官兵。你要处决纯子？我不像你那么没有一点人味。他还有机会。什么意思？刘医生说他的体温还没有超过38.5度。即使纯子的体温没有超过38.5度，但万一他真的感冒了，我们错了怎么办？错就错了，我们只对帝国的最高机密不被泄露负责。在帝国的最高机密面前，任何人的生命都一文不值。需要我干什么？给景田队长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就说纯子小姐之所以被隔离，不是因为感冒，而是因为她有通共的嫌疑，需要接受审查。好吧，我可以给景田大佐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但是你们不要借机整人，千万不要叫我抓住把柄。哼！我已经说过了，你们这是在谋杀，为野狼暗杀我提供机会。你告诉史村，我绝不参加什么庆功会，绝不参加。可我们正需要这个机会，你必须参加。蠢猪！你们日本人都是蠢猪。为你召开的庆功会，是今天部长亲自决定的。保护措施非常周全。今天部长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应该马上被绞死，被绞死！刘志科夫先生，你这是在跟谁较劲？为了你，桥本少佐把我当成了一钱不值的婊子，让我两头受气。你们日本人就是不讲信用的婊子！你再说一次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你敢开枪吗？烈熊行动没有我，你们就是一群瞎子和聋子。我现在比整个关东军都重要。你把门打开。我需要减压，良子，快！我需要你的安慰，良子，良子，听见没有？把门打开！我需要你的安慰，把门打开！把门打开，良子，把门打开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，良子！让我进去。程藏君，我觉得你的心理有问题。现在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已经席卷了奥地利，捷克斯洛伐克也很快就要完蛋了，而德国，我们的盟军现在正虎视着苏联的西大门。如果我们还不实施北进计划攻下西伯利亚，那么天皇维新诏书中所说开拓万里波涛，不国为一四方，就会成为一句空话。在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再糊涂，也不会干党同伐异、同时操戈的事情。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好听了。可景田纯子的事情说出来就是不好听，
他在发烧，说明了什么？难道真是一种巧合？程桑君，我知道你有袒护部下的良好习惯，但是在帝国的最高机密面前，我相信你不会分不清是非，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。我说的对吗？两万堂该放出来了吧？为什么要放？松花江没逼出来，两万堂不能放。队长，这样不仅可以很好地掩护你，而且有利于你掌握林雅茹，接近松花江。队长，你的主意太好了，我马上安排去做去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通知了郎厅长。队长，索菲亚广场的行动没有抓住孙博文和苏联特工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做啊？报告，程桑将军请你去一趟。知道了。梁万堂接替赵世荣的工作以后，工作还没有怎么开展就被捕了。当然，梁万堂和老朴的被捕来自江斌的阴谋，但现在他俩即将被秘密处死，这让梁万堂和老朴都心存遗憾。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所以在牺牲前，梁万堂和老朴连句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都不能喊，这种死法实在是他们的莫大遗憾。景田大佐，你不是一再保证纯子不会有问题吗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呢？在纯子身上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将军阁下，我知道我应该做出深刻的反省。你是应该好好反省一下，堂堂宪兵队长，妹妹竟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让我在京田玄卜面前抬不起头来。纯子他背叛了大和民族，会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但是我想知道石村到底抓到了他什么证据。你知道有什么用？去替纯子喊冤叫屈吗？今天玄普敢对纯子下手，已经证明有人抓到了纯子的把柄。别去干傻事，再把自己搅进去。景田君，你和纯子是一奶同胞，过去供着一个神龛，但是今天你作为尊长的权威已经不再至高无上，你的话他全当成了耳旁风，他把我大和民族的利益全都抛到了脑后。作为帝国的军人，你有这样一个妹妹应该感到羞耻。将军阁下，为此我感到非常痛心。纯子他误入歧途，是我管教不严。抛开纯子不说，我们宪兵队受着特务机关的窝囊气，你算是开了先河。
应天君，与其等着金田玄普这个老家伙来动手，还不如你自己动手，你看着办吧。下线叫江斌，是宪兵队的情报班长。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，组织上决定，在必要的时候，你可以直接和他取得联系。我是江斌，请问哪位？我是你表哥，刚从佳木斯来。表哥？我有三个表哥。不知道你是哪个姨家的表哥？我是你老姨家的表哥。如果你方便的话，半个小时以后在伊斯曼咖啡厅见面。好，表哥。中午我请你吃饭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先生，你是找人还是？找人。你是曾先生？什么事？曾先生，你表哥给你留下一张纸条，他说让你去这个地方找他。谢谢。曾先生，你表哥说让你从后门走，不能从前面出去。班长，高和尚已经回去了，我没发现有什么异常。是。你以为你做得对，浑身都是理吗？如果都像你这样无组织无纪律，别说我们还没打下江山，就是打下江山，也得葬送在你的手里。现在的斗争形势错综复杂，不让你参加这次行动，是因为史村他已经盯上了你，可是你倒好。亚如啊，现在我们不能再犯一次错误，哪怕只是一次，后果不堪设想，都会给我们的组织带来灭顶之灾。你训完了吧？我还有事要办。办什么事儿？老梁被抓了，我去江滨的打听他的下落。亚如，你在哪儿住呢？
一个同学的家里。那儿安全吗？安全。您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太严格了？我对他的要求一点都不严，况且不严格要求他怎么能尽快成熟起来，应付复杂的斗争形势。老梁到现在都没有消息，他和老朴会不会有什么不测呀？不好说。小薇，明天下午3点和省委交通员在同大楼茶馆有个接头，现在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，就让林雅茹去接头，你看怎么样？敌人正在搜捕林雅茹，您让他去接头，这太危险了。危险当然有，但是老梁和老朴下落不明，只有让林雅茹去了。这和广场不一样，广场上特务多。除了和省委交通员接头，我们应该主动找到孙博文，对他进行认真的甄别。好，等完成和省委交通员的接头任务后，你安排一下，我分别见一下满洲之狐和江斌同志。江斌最近表现不错，要不是他，我们非出大事不可。这正是我要见他的原因。见到他之后，就知道他是人是鬼了。别动，你是打鱼的还是做买卖的？做买卖的。做什么买卖？替人看铺子。看什么铺子？皮货行。我想订张虎皮，有吗？3伏天订货，39天交货。孙博文，江斌。队长，祖川君，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。队长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。纯子的事你都知道了，你也应该明白帝国利益高于一切。纯子他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队长，纯子小姐可是你的亲妹妹呀，您平常那么的疼爱她，我相信纯子小姐之所以这样，完全是因为她还太年轻。您再考虑考虑吧。执行命令吧。队长请相信我，一定会把孙博文抓住的。执行吧。嘿，在层层迷雾中是花飞花，你眼中闪烁的是爱是怕，风捎来一句话是真是假，说不清点不明是心里的话。爱情的世界里有什么真假，原谅我竟这样的深爱着他，笑我为何挣扎，没在流星在烧，谁能明了？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国哪有疆，这一生花一秋何为明天，爱多深你我分不缠绵，刹那一瞬间成就千万千，瞬息万变，我所行我所愿，风雨
信命。